为争产，陈振聪播亲自操刀嘅辱骂片。龚如心千亿争产案败诉嘅陈振聪上诉，寻日佢冇上庭。为咗力证同龚如心情比夫妻，播出两个人四十分钟嘅亲密片段。1993年，佢同龚如心喺清水湾郊游嗰阵亲自拍摄噶，仲辱骂到叫自己做老豆猪，叫龚如心做猪猪，心肝宝贝。人哋以为你卖汽车广告啊！下次送俾 Toyota， 问佢卖唔卖股份咯、我始终唔系好中意日本车，好似斗泥啲。之后走去司机位，不如你作状揸车都好、好耐冇揸啦，都唔知识唔识。Hello， 我自己开走咗啦，留低你喺度啦。咁样开走咗，留低个老豆。喂，猪猪，你咪开手掣啊！车嚟啊，车嚟啊！车嚟唔紧要，撞唔到老豆猪嘅。一阵撞出心肝宝贝点算呢？天窗点开噶？灯侧边有个掣，向后掹就得噶啦。Hello， 猪猪唔准喐，继续做戏，仲要成30分钟噶。之后龚如心成个人坐咗上车顶。不过播完呢一条4分钟嘅片，法官话法庭已经接纳两个人系恋人，更加话片段对审讯冇帮助。律师只好停播其他片，不过陈时时仍然强调遗嘱唔可能系伪造，又话龚如心前后俾咗陈振聪27亿投资物业同宏柏数码，目的系打造成功商人继承华茂，聆讯今日继续。